美食快乐起来，各位好，这里是东南卫视，欢迎收看《时代运转》。马上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演播厅来做客的两位嘉宾。第一位要欢迎的是我们的京城名厨赵斌赵师傅。朋友好，大家好。赵斌，最具亲和力的知名大厨，崇尚快乐料理、简单美食，擅长素食创作。第二位呢，要欢迎的是我们的主持人模特，欢迎我们的孙兆山。大家好，我是孙兆山。孙兆山，2004年国际旅游小姐中国总决赛冠军，又姣好身材的她，在文化修养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，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学霸级女神。这个赵山平时最喜欢的这个蔬果类是哪一种？蔬果类，西红柿。为什么喜欢吃西红柿？除了美之外，因为它的维生素很多嘛。对啊，然后西红柿从小我们就吃啊，然后口感确实不错的，酸酸甜甜。其实我跟你讲，很多人是喜欢用那个西红柿呢，蘸那个什么白糖吃。白糖哦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这是一个很流行的吃法。对，今天咱们赵师傅准备的这个西红柿是要怎么做呢？是要做菜，还是我们就直接让赵山就开吃了？做菜，做一个主食，做个面。其实西红柿不仅女人喜欢吃，男人喜欢吃。我还听说它可以防晒，就吃了之后不用涂防晒霜的。那我吃半天西红柿，我也没觉得我白哪去。它分人嘛。对啊。对，很分人。有的人是比你白，你放心吧。有的人是无效的。那我们今天除了西红柿之外呢，还有这个圆茄，对，茄子，这个面条，完了还有香菜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动起来吧。好，那个我们呢，选择一下，为什么不选择长茄？因为长茄呢水分比较大。圆茄子是这样啊，那个茄子里头呢还有那个茄皮，还有很多花青素。它是紫色嘛，但是一般我们不用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现在是要把整个皮都去掉，只用里面的。对，用里面的。需要怎么动手帮你吗？拿牙你把这皮给啃出来。就是你现在，这个要把这个先去掉吗？对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突然间有帮你的冲动，是吗？对。然后呢？你就把皮子给我去了就。把皮去了。对。剩下要一颗圆圆的吗？对，是圆圆的。啊？你慢慢去。这好难啊！先聊会儿，你看看那什么。你们俩聊天吧，我来帮忙去这个皮，我去一半，然后剩下的交给赵山。好。看看谁的速度更快，我们比拼一下，好吧？好的，开始计时啊，快一点。我估计你要照你说完了，我估计老太太买菜都能弄一来活了。来，赵山，你试一下看你能不能。好啊，哎，我试一下。最后再看看赵师傅，我大概削了三分之一吧。你看，说半天，三分之一用了我用了一分钟左右。就我记得好像看家里他们就削皮应该都是这样，就是直接就是往下这样削，但这样好像会把肉是不是带下去的比较多？对。啊，那没事，带点没事，反正一斤茄子最后称完就是二两。你对女生真的很宽容，你知道吗？是人家不是专业干这个的，知道吗？我也不，但是你我现在算专业干。对，你算专业搭边儿。我算专业打下手的。对，这个赵山速度是快很多，但是呢，这个造成的浪费呢，也确实是。主要是为了节目的播出。其实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我跟你说，赵山，你知道，你这做这个真的叫艺术，叫自然美，是吧？你知道吗？自然，漂亮。我把这个先切成稍微厚点的片儿。像。完了以后呢，把它。这个很关键啊。条。对。切成这个像薯条一样大小的条状。完了以后，切丁儿。切丁最终是要丁，对，明白了，明白了吧？来，交给我吧，你跟赵山聊天吧。明白了。哎呦，慢点。大概是薯条的大小，来两片，三片。完了，切大了。不过还可以哎。为什么？看着底下的厚。你看上面，你再看看底下。对啊，看看这边是这样，再转过来是这样。我这已经没有刀法了，好吧？我这只有。涛哥的土豆条是这个样子。这是土豆条。如果说要来个特写，像这种厨房的新手啊，就实在下手太粗了，怎么办？能改吗？不用改了，直接切吧，没事，可以是吗？可以。OK， 好，记住啊，大的。小点。涛哥这切的时候手都哆嗦，青菜，好，我完成了，好，差不多吧。特意把我的那个小给改演上了演。哎呦，像这种粗的，我稍微肥点。对对对，一定要对半分了。
这个说真话，这个确实跟我想象的，我看他切东西多简单的事儿，嗯，但是下手的时候就没分寸了。对，嗯，好，基本上够了。其实这个我实在是下不去手了。切完了，你说是长方形、正方形还是圆形？你让我拿着它。梯形。对，就是我切出来的啊条。不是最可气，你这么看，它是这样的，知道吗？你这刀法绝了。行，咱们重点回到茄子身上来。好，脸都快红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呢把这个放锅烧热。完了，把这个直接放到锅里。哎，不加油吗？什么都不要加。哦。我们这个茄子水分含以后，我们煮完它会很嫩，但是要把这个茄子切完，就是炒完以后呢，把水炒匀，它吃的是梗的，所以它有弹，有那个弹劲跟味道。西红柿怎么切啊？西红柿跟茄子大小，茄子大小是一样的。简单，就是跟它切一样大小吧。能怎么切？然后这么切啊？那你为什么中间破一刀呢？啊？为什么中间破一刀呢？高兴啊！啊，好。美观看着，明白了，就不应该中间破一刀。我知道错了，老师。哎，为什么它不能切成丁呢？会变成……你切的不对。我再加一刀就好了。对，可以。哎，我天哪！西红柿酱一会儿就变成西红柿酱了。好，这个是我帮赵师傅完成的西红柿的丁，大概吧，就这么回事吧。行，好。所以今天这道菜的卖相要是不好啊，大家别怪赵师傅啊，因为他的食材有一半是我来帮他加工的。放心，肯定卖相好。哟，你切这东西不占我主要成本，但肯定好吃。哎，你看现在可以了吗？嗯，说还说等会儿，还要等一会儿。对，我们把这个你炒的时候就给摊开了。这一颗西红柿是够的啊？够了，就看你吃多少，你要是吃多就不够了。嗯，因为你要是有需要，我还可以切。那你可以把这个香菜顶刀切点末，切成末。对啊，这容易。涛哥，我发现一个问题啊。你说为什么你下刀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呢？因为我要保持它每次都切一点点。这个很像台风游客包青天狗头铡，它这样可以切得很小。涛哥早上起来没吃药？不是啊，赵师傅，我这种创意是不受认可的吗？这样不会切到手。你随意啊，喜欢就好。对，你喜欢就好。嗯，好。这边茄丁已经好了。好，够了，我够了，够了啊，我够了。你看够了还是受够了？我受够了，我听完这事了。完了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呢给它加点油，锅里头。嗯，加油。完了，热的时候我们把先放西红柿。对，省事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把水再一次水打开。嗯。稍微我们给一点点糖，嗯，给点糖，因为西红柿比较酸嘛，我们稍微给点糖，先让它那个去一下酸度，嗯。这时候我们把茄子，现在要把茄丁放进去，对，好，这时候涛哥下面，下面，好，放哪里？放这里，放水里。你放我嘴里肯定受不了，你放心吧啊。放慢一点啊。照这样来搅拌。对，慢慢，我再加工一下这些香菜末，煮熟的啊。哎，好嘞。我们通力合作。好。稍微加一点点水，不要加点水，对，不要太多。好，这时候呢，加入盐，盐吧。哎呀，今天赵师傅做的这道菜又是一道，其实用的食材是很简单的。嗯。冰箱里打开。对，几乎都会有的东西。对，嗯，那一个人的饭量估计就够了。假如说你要口味重的话，你可以多放点盐。嗯哼，你要是卤少面多，就多放盐；要是卤多面少，就少放盐。啊，今天是打卤面吗？这算一个浇头，但不算卤面。明白。哦。因为我们不会用任何淀粉呀去勾芡的。明白。但感觉做法有一点点像打卤的意思。对，嗯，好，基本上这个已经 OK 了。这个可以了是吧？啊，这不可以。还是不行。对，我的这个可以了。嗯。我们也可以，假如说这个水要多的时候，再加点凉水，加点凉水，对，它不就它就能下去了。嗯。但是它还会再起来的。那我再加点凉水。哦。再上来，再加点凉水，那锅会满。然后就熟了。满，我可以把锅里的东西倒掉。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它原汁原味呢？
不会原汁原味，因为这面条里没有原汁原味。面条是没有味道的。哦，对，汤是有味道的。对对对，理解。好。哦，好了。你怎么鉴定它面好了呢？谁啊？是看它有透明状还是什么？不是，因为这个面是我们先之前已经做好的，但是这个面里头我们加了点碱。为什么加碱？北方加碱以后呢，第一它好，它能放时间长。第二来说，加完碱以后，你看这面它从这儿看它就没有白心儿，透明的就说明已经熟了。哦，明白，透明也就熟了。对，现在是要倒进来吗？不倒进来，倒这个碗里头放碗里。这个是吗？小心烫啊！倒在碗里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酱，这就直接倒进去。可以。对。那最后要撒这个吗？撒。那现在颜色已经很漂亮了。好。撒一点放在中间。再来点，再来点，再来点，没点多来点没问题，因为它这个香趁热气以后，它会把这香菜的香味给逼出来。好 ，OK。好的。OK。当当。大功告成，赵师傅，这个需要先和一下吗？先和一下，来，干净筷子啊，都可以和。好，倒了一下。你不能这么细，你知道吗？你得。不是，因为我看你今天的这个面太多。不多。就这样不够量。你要能够吃完以后，我再做一碗。好了，来，赵晨。好，尝一下。好吃。茄子和西红柿的清香味混合着面，就是我原先就担心太素，因为我是一个吃饭一定要饭配菜的人，太大了猪油。现在这样的一个搭配我觉得已经很好了，它给我的口感感觉已经很丰富，就除了没有肉之外啊，基本上这个面已经把我击败了。感觉这个茄丁跟这个西红柿丁的搭配特别棒，而且这个茄子你单独吃起来，这茄子很有嚼劲儿，它不像那种水分大。对，它就是又不像咱们水分大以后，更是绵的。稍微有点梗，这个时候必须你要把那个水分去炒。你看我已经装第三次了，就有一点是很棒的，就是它特别简单。但是它的味道呢又特别香。对，面本身就很香，茄子的味道、番茄的，再加上那个香菜的梗。它混合在一起给人带来的那个口感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，叫做幸福。你幸福吗？我很幸福，如果想吃面的话就跟赵师傅。那些观众朋友们，最近两期节目赵师傅都教我们做了不同风味的面，希望这个简单的面啊，操作简单的面可以给您和您的家人带来很好的味觉上的感受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好，再来了。好热闹。这个一说到鱼呢，咱们先入为主的这种烹调方法，清蒸、做汤、清蒸、红烧、红烧，或者说是再这个复杂一点，做个糖醋鱼，或者是做个什么炖的这种鱼。看来今天您这个更复杂，鱼是这么新嫩的食材，你要给它再煮两次、二次下海，我这不烂了吗？我们且看看。那我感觉就是外面。然后里面很嫩，就像是冰火两重天的感觉。